我们这边就是三坑两界中间的那个流香界，等一下我们去流香界里面去看一下。大名鼎鼎的流香界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就是三坑两界中流香界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景点，就一泻天。可以，我们可以往上看，看着天只有一泻，所以就叫一泻天。这是流香界的一个代表了。这个就是流香界的一个介绍，简单的介绍，看一下。这个是流香界的一条峡谷，宽大概就是一米左右宽，特别狭隘，就只能一个人走过去。流香界这边有好多的老虫，这个虫的数量就好大了，而且这个种植的你看，都是间隔的很开，然后上下的台阶都是用石头修成的，这个都是在我们说生产队的时候种下的这些老虫，而且这些石头上面都长满了青苔，这个年份就非常久了。因为以前如果不搞这种石头台阶的话，这个就留不住我们说的这个茶树所需要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土层，这个土层就会被流失掉，所以说需要用这种就是这个石墙把这个土层把它固定住。